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回顾一下第19届三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半决赛的一盘对局。那么半决赛呢是三番棋，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呢这盘是第二盘，是由韩国的金智熙九段对阵中国的十月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解这盘棋呢，两个对手都非常强，一个是我们这个十月也是等级分排第一的，那么金智熙也是在韩国排前两名的。对，是的，是的，没错。那么这个三星车险杯呢，其实已经下完了，我想大家很多棋迷朋友们也已经知道结果，就是金智熙最后是夺得了冠军。那么他在半决赛当中遭到这个十月的阻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发挥和表现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这盘棋吧。好的啊，金智熙之黑，十月之白，是的，是。然后十月是星小木，对，只是这个位置不同而已啊。没错。手脚。对。然后挂脚，这个是最多见的。嗯。这个是现在最多见的。嗯。以前是分头居多，现在挂脚，这个现在都成为一个定式的布局。对。那么在此之前呢，这是三番棋，因为半决赛，在此之前呢，金智熙已经1-0领先十月了。所以说十月这盘棋呢得好好下才行了，要不然就半决赛就已经输掉了。是。飞一个。飞这个，这是常见形状。嗯、然后黑棋先再给挂一个。白棋收脚。嗯。然后反加了。这是现在多次出现的一个布局。非常。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对。那白棋就尖三三。对，走定式。对，这是定式，扳住，然后扳过来，对，是，然后打吃，下成这样，哎，我记得刘老师这个布局呢，有一阵非常多下的，然后对于这个挂角的位置，还有一些说法，有一些研究，好像说这个，什么低挂有甚至有一段时间下到这儿的。啊，不知道您有什么研究没有？这个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这个也没什么关系。是这个挂这个居多啊，这个居多的。这个呢就是走外势，然后白棋削它外势。这个嗯，但是这个我下过这个棋，这个是二连星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前一段跟马小春下过这个，他的白棋是二连星，我还下的黑棋，这样完全一样。那盘棋我输了，我觉得黑棋走这个外势也不好走。这需要也难掌握。现在呢，在小目位置，那小目位置是不是比星位会好一点呢？差的有限，都差不多，差不多。关键看后面怎么把握，是吧？对，这个尤其下黑棋啊也比较难，因为它为大势啊，你这个要掌控，我这高者在府啊，在这外势控制局很难。现在你看走在这里之后呢，白棋多数在那个一间地架，是黑棋就自己先自补一个，自补一个啊，他下得很坚实，对，然后拆这个这两个交换呢是应该心平气和，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差不多就应该这样定型。其实这个次序下得也挺有意思的，本来看这个次序好像是应该白棋先走一个，然后黑棋再补一个。但现在是黑棋先自补了一个，然后白棋再拆过来。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是。黑棋这个是比较大的，眼见的一个挂角。对，大飞挂。大飞挂，普普通通。对，这比较普通的啊，走这个。这个，应该说。也是常见的，但是我觉得要从现在来看，为了消黑棋的外势的情况下，这个布局星位也许更好一点。您觉得星位好一点？星位可能，星位也许这种常见，比这个呢，这个两个位置呢，放在这里也许好掌握一点，位置高一点。但是这个呢，就看实战这样啊，差的有限。走这样，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白棋这个布局就到了一个分水岭了，因为接下来怎么选择是很重要的，会决定这个整盘棋的走向。那么接下来您觉得白棋这棋，当然还是以削它为主，比如说，在这一带下一个怎么手脚还是拆二吗？
啊、哦，这当然都有，詹米尔拆二也是很大，是，因为很难选择的话，它不是一个明显的大厂的话，说明这个之前呢，说明你之前应该有点问题，一般是下到自己顺手的时候啊，明显的一个大厂当然好，那说明黑棋下的好前面，所以我说布局的时候，所以往前推断，这样的可能。就比现在来的明显的顺手一点。那如果说是星位黑棋挂角的话，您在这一带大概会下成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棋就比较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是比较多。好像这个星位拆过来之后啊，不管这里，比如说是，假如说就算它跳了，对，然后接下来之后。不管那边下成什么样，这个拆二基本上是势必要下的。也许这样啊，这个是黑棋已经很舒服了。是的，这样明显的就拆二，这个也很多哈。对。现在呢，在这个地方，这样，然后呢，这个拆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大棋。就想呢，如果单拆呢，可能怕它跳一个，对，它不太舒服，下的。如果打入当然也是一种下法，但是这个下法呢，那个位置。比较低，对，这样，这个长它就不舒服，你再跳起来这个不舒服，有这个去。如果跳被人家又咬，对，如果飞呢，对，稍微这个感觉不太舒服，如果换一个角度，那就不一样，假如你比如说在这儿，这样就可能好一些，是的，是吧？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差一点，所以呢，他就不肯打入，不肯打入呢，实战呢，他就选择了一个这个震一个，这是。十月，他正在这里，黑棋跳补，对，这个也是比较普普通通吧。对，然后再在这个地方走一个棋，这个也是比较实战的，比较实战。这是这两个下法很实战，然后再选择这个拆二，他就是为了不让黑棋跳这个子，对，他不让跳，直接拆二呢，怕人家跳起来不舒服，打入呢又有刚才，所以他又这个纠结了之后，最后就选择了一个这样的下法，是的，不失为一种在此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吧。但是这个拆二跟他挡住交换是不是就便宜？对，但是是个疑问。有利有弊，有利有弊，不能说所以这个不见得就因为这个之后这个子强了，有利不有？但是呢，他又担心这个，对，是吧？对，一般来说，这个不愿意走的。是啊，我觉得好像不太肯走这样的棋，不愿意走，对，但是这个十月呢，这个下法，不管呢，他这样的也是好像是没有特别感觉，没有特别好的点位，对，所以呢这么选择了，白棋拆，那么但是呢，你说黑棋就一定好吗？黑棋现在它实控啊并不多，但是这个局面看怎么往下走，也是一个他走了这个拆三逼住他，对，本来你说白棋这个拆二也是一个点位，对，挺大的。他是拆这个，拆这个。如果说，假如说白棋这步棋放在这儿拆二，那黑棋，我想黑棋会做这个。现在就拆这个，对，那白棋跳起来如何呢？那他这个还是很大的，就觉得被人家先手拆住了，也不小，对，好像这边的这个模样就往外张过去了，对，就有因为他是双方的一个对消的，是的，那个呢？好像这个他应该也不小，还是这个拆大一些是吧？是的，然后被人家拆三了。对，只是白棋虽然说猜到了这个，你觉得人家的后势呢已经没有什么往那边扩张的潜力了。但是他这边一拆三之后呢，你那边好像也不太舒服，这看着。那面如果有选择的话，比如说跳一个或者砸一个，是的，这也是一个可选的位置。对，也可以考虑的，也可以考虑。这所以现在多处都有下法，比如说在这儿是试个应手啊，或者跳一个啊，或者走这个，这都是可以考虑的。是，那假如说白棋下这个扎丁的话，黑棋会不会考虑，比如说这样点一个？点一个，您会挡吗？挡，那我就压过来吧。对，大概是这样。这是单粘吗？是。再顶住。顶住。这样。这也是一种，啊，这也是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对，也很难说这接下去就能怎么样了。
大家黑棋就估计在这一带还要撑一个吧，这撑在哪儿？这儿吗？嗯，撑的有点大，撑这个也都可以，这个、都可能，这也是一个选择。嗯，你要说这个黑棋好像这个也不小，对，是吧？是挺大，肯定你之前想要先脱他一下，试下硬手，试硬手也是一种下法。要不然现在可能来不及了。对，我想黑棋这么围啊，也许白棋并不满意，也可能、啊，是吧？不满意，所以他没有选这个，没有扎丁。对，他可能怕人家这边点盖这一类的，我估计可能、有点担心忌讳他走这个，是吧？是的，哎，所以呢，这个实战他没有往那个地方走。嗯。他选择是在刚才就杜绝你这个点啊压的地方，他直接跳一个，跳起来了，对，这儿，嗯，就防止你这样跳压。他觉得这个也不小，对，很大，是吧？这个后势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一开始看黑棋的这个行棋速度非常慢，嗯，他所有的棋子除了这个挂角以外，全部在这一边。对，他现在棋子其实这边也不多，就摆了一块活棋，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走了很多个，在这儿拆一个，又在这儿跳一个。对。但是你这些空还是没破掉，人家守一个还是有空。我要先，还多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这跳之前，也许先试一试硬手，也有可能。就我在走那个和走这个之间，我先试一个，也是一种，是不是可以考虑？您现在走这个的话。我觉得它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长一点，它有或者爬一个啊，现在再爬一个，对对对，先试一试这个。假如说它再长呢，那这有个那在这里扳脚啊，那您就活了吧？那可不行，那是黑棋就亏了啊！你那就想点办法。对，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先试一试那面呢，再或者怎么，你如果或者走别的，我也许跳，也许走那面，对，也可在决定之前呢，先试个硬手，也是不失为一种想法吧。是、哎，他就直接跳位，先跳的他，对，直接跳，嗯，那么黑棋就把那个三三给啊，对对对，这个刚才想走的这个杂定，他就也走这个位置，把这个走一个这个定式，哎，把这个角，哎也不小，对也不小，对巨大，这是先这把这个实地捞住，嗯，哎，白棋就打白棋打吃，对，这就是定式啊，常见定式粘住，对。嗯，如果你走这个爬呢，我估计是这样。嗯嗯，你可能是这样，他也许这样。嗯嗯，这个刺先手是吧？嗯、接触。哎、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吧。嗯。哎，就往前是吧？对。可能会是这样。那就慢慢下吧。慢慢下。对，那黑棋还不愿意，黑棋呢就直接把角取了。嗯。在这个时候，粘的时候。黑棋选择取角，取角，对，这个要先拐一下，嗯，这个，然后再挡下去，挡下，对，走成这样，嗯，嗯，局部定型。其实现在看，回头看这两步棋的话，白棋好像似乎不便宜，不便宜，对，嗯，如果说黑棋像刚才那样度过的，白棋立下去的话，那有可能白棋会便宜。所以可能黑棋在这个角上定式的选择也跟这两手的交换会有所联系，嗯，有一些关系。对，不像这个，不像这好的概这个概率小，我一般是俗认为俗手不愿意下，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下。这十月是走了这个，他可能比较实战，他这个选择，我估计这个是以前他没下过。啊，然后白棋靠一个在这儿，挺好。黑棋长，下成这样，嗯，这靠退呢是把自己，嗯，这好像这看起来加强一下自己，哎，加强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基本定型，可以，是的是的，我觉得可以的，嗯，也不错，对，应该说这个也个实战，它能够脱先，在这个我们先加强了之后呢，局势来说还不失为一个。两分局面，嗯，现在也，您觉得还早是吧？还早，还早，哎，但是他小心这面薄一点啊，对，这面有点薄啊，对，现在他是白棋拖一个，哎，这个试应手，我是想跳之前先试，他现在是，当然也是一招棋，是吧？也可以，啊，这是常见的在无忧角试应手的一个手段，对，嗯，
在这一代呢，黑棋的应手很多，比如说长啊，对，往里长啊，搬这个是往外搬，甚至还有这个的，对，这个所以说现在是让这考验一下。嗯，是的。那么现在呢，由于白棋有了这个跳，所以呢，黑棋也不能说把这块空就看成是我的了，你就别那么想了。我要求把你这个二路子先给情况发生变化，先给他吃了，因为有了一颗，他就搬在这里了。嗯。如果你往走呢，里面走，它有可能搬起来活哈。对，现在走这个，这个白棋试了一下之后呢，它搬在这儿呢，就是说你断了之后，它采用一种这种定式啊，它反正说先取实地的定式，先把你眼见的目给设到。对，取实地，白棋通常是要先断。对。那现在这个我就又想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往这面补一个，总觉得这面也不小。这面呢，白棋这个阵营很大，阵营很大。如果黑棋围呢，我这反正有个断，你围呢，好像我这个围的比你的不小。比如说这么就围在哪儿？对，以后那我断呢，给你围就算了。这什么加一个之类的也很不舒服。有一个交换之后，有一个别的利用。对，我觉得也可以考虑，比如说防一防这个断呢，再走走这面，或者说这个也不小。嗯，这也是一盘棋吧，我觉得这个挺大。对，这个挺大，因为我有了一颗呢，你进来就很危险。对，是是。哎，这个把这个虚的地方先围住。你如果还敢往这儿进的话，那我要大跳把你吃掉了。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样，这很有可能。对，没错。这个所以这个也不失为一种考虑。对啊，因为觉得刘老师觉得这个拖一刀一下便宜了，便宜了。因为这如果说他先跳你再拖，他多半是往里走。肯定是这样了。对，这个呢，因为他既然走这个了，我就他为了取实地。嗯。他如果再围呢，我有一个是有加断，还有简单还有这个。搬一个脚上已经。你这个就也有棋。挡住这一虎。对，也有棋。嗯，是的。等等，手段，你就放着两个交换总是好的。嗯。总是好的。对。是吧？所以他交换一个，他再围就已经失去了这个，就已经便宜了。嗯，哎，他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可以考虑围这个。现在呢，他实战他就直接断了。对，嗯，他打吃。对，对，这个定式就是黑棋取实地的定式。是的，是的，就要求把脚先拿住。对，对，外面呢，反正就让你活了。对，嗯，是。这也是一个定式，怪的，对对对，长是，白棋先爬了一下，这个是要求这个爬呢是要求精益求精，嗯、就要求最大限度的占便宜，他是希望你这个，然后呢，我这有打吃还是怎么着，我这儿先再压一个，是吧？对对，反正是要多便宜，嗯，再多叫一个，嗯，这实际上单压就可以了，单压，没错。单压的话，以后，哎，现在看黑棋怎么应。单压的话，黑棋是不是现在会？如果走这个，对，我挡住。对。那么他要补的话，肯定要求要补到那儿去。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应该这样补这个。那么如果说现在白棋爬的话，黑棋肯定会长一个，不会再搬了。是，基本上会这样。是这样。但是他先交换一下之后呢，可能会是不是有一些利用？对，脚上有这个打吃啊。还有种，这是效率最高的。对，所以呢，他是希望先爬。嗯，这个我这个呢，就是说也应可，因为我是觉得这样走了，你走了这个之后啊，这个走当然走不到，然后你关键能抢回这个。哦。你这个粘线手断了，你就能够打回来。嗯。没关系，这样呢，就是全局还可以。关键是您想要抢到这个，我想这个太大，你给黑棋算。嗯，是。你不能轻易什么都要便宜到那样了。这个就因为这个什么都想便宜到啊，你看实战我们就发生变化，实战是走的这个，是吧？嗯，这里面的变化。他爬的时候呢，黑棋他变了，他怎么变？他走这儿。对，搬一个。单搬一个。搬一个。嗯。然后呢，接下来之后呢，假如说，白棋在这一带你想要出棋呢，你可以这样，对，啊，打，然后拐，嗯，再贴呢，现在不行，正好他要接上了，接上去三，对，这个死掉了，这不行，对，所以这样也不太对，也不太对，嗯嗯，
黑棋搬的时候呢，这白棋必须得想点办法了。对，这个你爬的时候，他不想让你那个人搬一个是比较强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看白棋该怎么来应对。白棋呢，他实战是单拐了一个，单拐一个啊。他如果说黑棋现在长的话，那么白棋就打下去冲回来是吗？我想是这样啊，我想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对。对。这样就不一样了，因为拐到了这一下，这三个子现在两个子跑的话成对跑了。大概是这样，大概可能是这样拐啊，好了，这也可能是这样的棋。所以实战的时候呢，这个黑棋搬的时候啊，白棋他单拐了一个。那么接下来这棋黑棋会怎么选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来告诉大家答案。好的，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九届三星杯半决赛第二局，由金志熙对阵十月的对局。刚才呢给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拐了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变化呢是黑棋不能长，被人家打下来然后一冲就不太好。对，好，刘老师，所以呢他实战搬了这个。对，搬这个好棋，把那个弃掉。这个搬这个呢就防止了你这个打穿。对，是的。那么你黑棋在这里吃，我就把这个吃掉。那白棋只能踢掉，这个不能被长出来。对，但是棋那个变成了后手。是。变成后手。你刚才梦寐以求的这步走。对，走不着了。这个看的是白棋这个是成功的。是的。但是我觉得落了一个后手啊，大局啊，让黑棋抢这个。这个太大了，对，太大了。那我甚至觉得，像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应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考虑抢个先手，能够抢先手。关键是抢先手。如果说他应一个，您是不是那当然肯定赶快妥协？不走的话，我以后搬起来可会好一些，是吧？你如果长的话，我这儿打完一个，我这儿贴下来还有一个打劫，对，是吧？是的。这个也可以考虑，但是这么就普普通通提，当然看着样子白棋一个不错，但是这一招棋尖冲了之后啊，它主要大局还是黑棋便宜，主要是这边的空一下子就被缩减了很多很多。局部白棋便宜，但是全局这一招棋是全局的中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我一直说很想走这面，但是这个被他一抢，再走就来不及了。是的，是的。你要吃他这个太冒险了。不行，所以白棋呢？在人家接冲的时候，基本上只能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干不了什么。跳一个，这个他走这个。对，你看这个就明显便宜了。对，黑棋便宜。这个先手能削成这样，以后还要下来。对啊，他这点都有下来，这个差很多，这个差很多。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是的。走成这样之后呢，黑棋跳了。那个也是想当大的奔。我一直想这个棋白棋飞一个，这让黑棋这个跳一个，跳一个先手便宜，冲，黑棋顶住，挡住，通常是要挡的，没错。但是呢，这个棋呢，白棋脱先了，这个也可以脱先，但是呢，本身也不小，对，他这个棋白棋挡住当然是可以慢慢下，没错，没错，慢慢下，是的。但是呢，他这个十月这个时候有些可能沉不住气，他觉得应该使点招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刚才由于刘老师一直强调这个围控没围着，被人家这削了，然后之后呢，黑棋还能挡下来，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白棋的实地啊，就马上就开始紧张了，就有可能不够了。那么这步棋呢，其实本来是人家跳。大家看了，即使不冲，然后单挡住也是很常见的。对，那他即使冲了一下呢，也无所谓，这个挡住了也非常巨大的一手棋。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黑棋走一个，白棋怎么可以脱先了，那还走它干嘛呀？其实目数非常大。除非是外面这非常紧急，那步棋实在太大了，那么就赶紧去抢那步。一般来说还是硬的比较多一些的。这个他脱先了，当然是那个脱先也能活，但是呢也是很大的棋。对，这目数已经好多没有了。对，他抢了这个阵。因为现在进攻啊，
因为这个头比较硬，嗯嗯，还这个没交换，交换之后它变成硬头了。嗯、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全局，没有负担，在没有负担的时候进攻啊，就一般是最好不要进攻，前控为好。嗯、是的，是的，嗯。那现在呢，是走这个时候，黑棋爬一个，他这个叫叫吃，对，这一定要先团，你不团打就死了。如果直接走那个的话。人一团打你就死掉了，这沾上他一路一扳就要死掉了，是的，七死八活这叫，嗯，对，投不出来了，是，嗯，正好是这个七个，没错，现在叫吃一下，这个是所以必须你来卖掉，他先打卖掉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再胡一路扳，黑棋扳，这一看这个白棋的目数是很惨的，对，还要爬掉，不爬被他挡就先手了，对你如果单立这个人家挡在这儿又不肯，哎，所以他逼迫你定型，是的，嗯。爬掉，然后定型成这样，这个黑棋是比较舒服的。嗯啊，他走后了，然后呢，他来腾出手来，大胆的处理这个。是。哎，他也不怕你来攻吃我，你吃，因为这个风险太大，这是吃不掉的。这吃一块其实太不容易了。这面头都有头，所以你还得扳一个，嗯，尝一个，然后顶住。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简简单单的跳出来，嗯，他就没有风险，没错，哎，没有风险，因为这都回家，这都有硬头，是的。但是他还要求效率更高，嗯，哎，那么实战呢？你看啊，实战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靠在这里，对，这要求我为了先让你这个。先往前连，我都不单纯的这样，我觉得效率低，嗯，这也效率低，我走这个，你如果搬我就退，嗯。你如果长，对，下面我可以回来，先挑这个，也可以这么吃你，对，是，这个你还没有活，嗯，他这个交换之后呢，隐藏着这个飞的严厉手段，嗯，所以呢，这个就他效率太高了，你这几就说是跟他这几个交换，他有作用，你这个呢没有目，嗯，如果他就这么跳的，你什么都没得到，对，所以说这个进攻啊，在对方都强的时候都没有。危险的时候最好不要攻他、嗯、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棋理啊嗯就白棋这个阵呢其实得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他攻住黑棋了而是他回过头来把这个顶住了把底下的木好歹守住了本来他还能下来是的但是黑棋呢其实依然是全盘黑棋是比较厚实的情况、嗯、所以说白棋这后半盘会比较困难一些对这个要这个时候你抢木啊你如果不这个时候抢木就是黑棋木啊也不能说就好对对哎、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攻不着东西这个有点麻烦嗯对他总得想办法比如说你能把他的后势得破掉、你就发现他像铁一样这边厚的其实那白棋现在搬这个、这个他这个扳断是为什么啊扳断啊、这就要希望能有点收获我看扳断是怎么回事、白棋接上接这个就总体来说还是觉得黑棋比较厚实所以白棋呢就总觉得使不上劲儿接这个不接着当然这个被抠吃了啊对他通了这个未来的进攻他接住因为他总是要补这个断嘛有个打断、他接住的话就等于间接补了这打断接上对对对这一带是比较复杂他现在黑棋你接上这个他就靠出来了对这个是个好点呢、他就不走这个了靠一个是个好点他把你割断你自身的进攻的这招啊有可能还损在里面是吧这个想办法如果能够有办法能够制住它就行嗯靠一个靠一个那白棋能直接扳断吗看起来好像不太行现在啊、嗯、现在就这样嗯白棋打断对他大概现在不是有这两个打这已经打了不行有两个打是吧这是双叫吃这已经通了真正人家先打这个再打这个就行他长也可以长好像选择很多啊，长这个也是也不太行，你这看起来不太行，嗯嗯，这个不太这个漏的太多，嗯，所以它断点太多，它显然是扳不断，那就这个进攻失败，嗯，十月这个进攻哪个地方设计的有点勉强，嗯嗯，现在白棋直接还不容易，那先把这个接上吧，单接先但接上是先手啊，是吧？没错，先走吧。他接上的时候黑棋现在应该要硬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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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不走我这吃一个不是把这个吃掉了吗嗯哎这样接上你再想别的招像比如说能不能走这个或者是在别的地方
动力，嗯，哎，总是先接了再说，没有保留的，是的，应该接一个，应该先接，接一个先看黑棋要不要，嗯，你不要呢，我这个吃掉再说，哎，这是最常规的，这是最简单的说法吧，对，啊，是的，那么他实战没有接，那么我说有理由说他这个状态不好。这个明显要接一个吧，他走，因为你不接，后面有可能是接不着的。对，实战、就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是你接的。如果什么时候都是你接的，那完全可以保留。对对对，他先靠了一个。靠一个，十月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力战力量很大的、啊对对，他绝对是力量很大的，力战的力量很大的。场均一条龙嘛。这个别的绰号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力量很大。他这个棋先靠的，那这总是要接掉。嗯。他是先靠这个，那么这个棋黑棋扳反击了，在这一道白棋断了，断，嗯，那么实战，对对对对，实战，黑棋有理由反击，他把这个反击呢有可能成功，对，啊，其实如果说白棋先接掉的话，那这个反击就应该不存在吧，不管你是接哪个吧，就接一个，比如说他因为白棋现在是可以冲下来的，是吗？都这个他能冲下来吧？我感觉这个。好像不见得行，哦，这样不行啊。嗯，那我走这儿呢？走这个。哦。他就一门心思给你。我突然发现气不够。就直接扭羊头。嗯嗯，哎，柴气了，真是没有注意。好像是能够把白给吃死。嗯，是的，是的。我的计算呢，他既是这个是死掉了，嗯，白棋死掉。那么如果小尖小尖的话，我就俗打打吃，他接上、再来，嗯，他拐打再来，哦，还可以这样继续来，继续扭羊头，哦，又死了，发现，对，最后发现白棋都死了，啊，直接的话是死掉的，嗯，啊，所以他反击是成功的，嗯，但是呢，这个棋啊，嗯，我是说。他可以在不冲一下的时候，先冲一下，先冲一下，冲吃，等黑棋长，对，再来再冲一下，再冲一下，这个都没有啊。嗯，如果接上成功，对，假如说这样，对对对对，他会拐一个，拐一个黑棋扳一个，那我断一个，这我又不行。对，嗯，如果只要有一个断，对，就能成功。如果你这个。就能打着一下就行了，哎，对对 对， 对，只要打着一下就行，这个就能成了，嗯，啊，就只要有一个借力的，我这不长了，我走这个了，嗯，只要有一个就长出一气，对，只要有一个，哦，所以说当拐的时候，拐这个的时候，拐的时候先冲一下，先冲一下，然后拐的时候你不能再搬了，你只能提我那个字，嗯，提这个，哎，这命令型，然后白棋再白棋可以搬，搬对，再来搬，嗯嗯，可以这样。那黑棋他现在打这个不行啊。如果打这个，假如说打这个，我粘上。嗯。只能这样。尝一个。对，争子有力，是吧？接上争不掉，那只能接这个，接这个还是不行。哎，对，这个就黑棋死掉了。是的，是的。黑棋死掉。嗯。黑棋就跑不掉。嗯。那么你还只能命令性给你一条路，你是只能从那。我只能打这个。哎，那我就非常高兴。然后再搬这个。对对对，非常高兴。这个也可以打一个，太愉快了，白棋下的这个棋轮到白棋下，白棋不管是走这个或者来狠的，都是已经成功了，对，是已经成功了，就通过弃子已经，对对对对，这个是白棋最期望的，走成这样，嗯，狠一点他甚至都可以这样，就说这个就已经很满意了，没错没错，还这个可以保留一下，嗯，哎，就这样，这个黑棋就茫茫的去逃，哎。那么这是他希望走成的，嗯，但是呢，有一条，他这个没有来得及接，对，他这个没接掉。如果没有接，你在这个情况再走这个，哎，他这不是提了吗？你这样的情况，这么在这个情况啊，嗯，他就说他走挖一个也行，或者打吃吧，就算这样。啊，这怎么都是黑棋可以了。对对对对对对。由于他这个没有接到，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了，对。这个走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有哎，对，也可以走这个，可能更好，更好，更好，更好。哎，这个就是回家了。嗯，对，回家了。哎，你这个这样的你就失败了。对，失败了。就是因为这下没交换掉，简直是后悔的。你再走这个，我是后面走，小吃就可以。对呀，是的。哎，全连上了，连回来了。哎，
这个他回家了之后，你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你都有可能被吃掉。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拐的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嗯，我们看啊，十月这个没有接，我说他状态不太好，就是在这儿。对，主要是先接的。啊，现在在这个反击完了之后，这个情况下他是粘的。那么黑棋呢，他的选择是这样，他补了，长一点，把那个隐患的一拐啊，他会补在上面。对，他再搬就不一样了。哎，对对对对对对，搬不住了，人家打了，把你这棋筋。他没想到把这个弃掉。嗯嗯，现在实战啊，冲一个，他粘上，接住，他再来一个。打下来，他加一个，是，嗯，吃掉当然也不小，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大，是棋筋，但是他这个棋筋呢，就是作用已经失去了，而且你这个是看着很大，但是活棋不影响，而且这还有大身腿，嗯，不是想象的那么大，而且那边你已经付出了代价了，付出代价，中间人家已经两手棋藏在这儿了，对，你这边你这冲完了之后拐了，他会提，你在这个的跑呢，他。不影响。嗯，现在关键黑棋先手，是黑棋走什么呢？黑棋把这个搬出来。嗯嗯，他先动手进攻。是。那个局面又在黑棋的掌控当中。没错。嗯、你的白棋控现在不差，但是呢，你这个要注意自己的太薄。你怎么处理？我们看这一系列，其实就是因为刚才白棋没有先接到这一下。对，这个是十月，也许还想保留，这个，这是我觉得是尝试性的东西，哎，应该先走掉，你先关一下它怎么硬了，这是不损的棋，嗯，也不损，他以为是早晚是他的，这出问题了，然后白棋只能飞一个，这个你硬来还不行，啊，你不管是断或者加都是不见得行，这都不好，那么他就飞来一个。远一点的，稍微远点，不正面作战的，他跳一个。嗯、这个黑棋分段之后呢，他两面进攻呢，他的后啊都发挥了。嗯，他以攻为守了。对，你中间隐患，他通过自己进攻，这个呢，他们双方都比较喜欢这样的下法。嗯，那么这个通常是这样，中段都没什么好处，是吧？那双一个，对，对，他的任务就是分段，对。这个对，这靠一个，再退一个，长，然后赶紧补底一下。那个，嗯，再不走就那个棋就死掉了，是吧？这必须的，我这一尖就死了，这就走了。他两头，他这个都厚了，嗯，现在全一盘棋了。他先把他的根据地走掉，搬底下，这又有木还带着，又有木又进着，又破他眼，嗯，这个都是比较舒坦的。现在看白棋这块棋好像挺危险的，都又看不到回家的路啊！人家中间这个很硬的头等着你。对，这剩下的就是他黑棋进攻了，所以呢，进攻的方式问题了啊。走这儿。对，他是这个。嗯嗯。然后白棋贴一个。贴一个呢，他期待这个地方有断点，嗯、是吧？这被人家拐住，这空也够大的。这个拐呢，以后是这样啊，要先交换的，有可能损木。先走这个的话，人家就贴回来。哎，对对，损木。晚走呢，有可能他搬住，又弃子。搬这个。有可能弃三个花，你这一块因为比较大嘛，嗯、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火候掌控的问题。嗯、他走这个，他把这个先手走掉。对，这是粘上啊，白棋必须要补一个。在这儿。对，嗯、黑棋这个定型成这样。嗯。然后黑棋再进攻是这个，哦，一步一步吃。下得很稳健，嗯，白棋你看他的眼位其实比较辛苦，嗯，比较辛苦一点，嗯，想办法了，先搬一下，搬一个，对，冲一个，如果你断，他大概会粘这个，这个地方有大吃，是这个地方有断，他无忧，哎，所以这个棋还不能断，哎，白棋靠，靠一个，找眼位，嗯，这也是个常见，搬住这个。顶他走这个，那不管怎么，你在这儿找眼位呢，黑棋也加强了。对，哎，其实我觉得黑棋的整个的攻击的他这个战略方针啊，并不是说要把白棋吃掉啊，或者要把你攻的怎么个惨法，他就是在收木，他这个是在收木，这下一步还想断了你，然后中间呢，如果能守住这一线，那最好。还是优势的下法。对，还是优势的下法，这是一种下的挺稳的。
认为不错，是比较稳当的收束，到最后关子，这个是一种掌握优势的，他不会给你过分的走，过分的走容易给对方创造机会。没错没错。好呢也可能好一点，但是他不能再无度的扩大自己的优势。这一般都是要掌握这个火候，在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这棋手的功力啊。他现在走这个，对对。那白棋的目标很简单，我要把眼先搭出来，不然这块棋没活。这个是白棋，这个对的，这个做眼啊，这个比较好。你粘上这种都不好，并不好。这个眼位都很危险，还是做眼对吧？通过这个打劫来挖一个，对，叫吃啊，然后再提劫。黑棋那就找劫在这儿。劫的对，这本身劫，然后提劫是吧？提这个。对对对。是吧？再叫。打吃，他提，他再提这个，这看起来有点眼花缭乱。这双面劫应该是白棋应该没有危险了，白棋就应该是总能连住的，不至于说一下子就被吃花了。对，他把这个断掉，这个断掉是有目的。对，是的，是的。本来白棋粘上先手，这个非常大，没错。他比较熟，如果白棋先粘上，他还担心自己的死活。但是现在你既然不粘，他就把这个粘了，粘之后白棋提劫。黑棋这个是先手劫，是吧？提掉。对对对，他把这个提了，他希望你走这个，然后呢？然后他外面再守一守，再守一守，再走一个就完了。他可能在这边守，他在这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白棋打成这样，他总要再要希望这样打呢，更具有这个。你比如说你敢粘上的话，我这再提呢，多占便宜，厉害多了，是的。所以最后黑棋他来个妥协，他走这个了，给白棋把这个两个抓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应该说双方一个认可的一个最后的结果。然后他走了个这个，在这儿守了一下。白棋连通，黑棋当然也这儿也便宜了。没错。这样说黑棋控制局面，他觉得这样收可能就行了。他应该是计算清楚了，就是说在他接的时候让人家提掉两个回手，这个的时候肯定是经过判断的。判断。他觉得这个棋形势不错，对吧？他才这样收的。这个不错，应该一直在防着这个拐。是的是的。防那招的。白棋靠。靠一个。然后再往前贴了一下，因为这块空他得破进去。他不走呢，怕太大了。扳断。他把这个破空。破空。黑棋粘了一下。先手，是吧？再贴过来，贴过来走得够厚的啊！是啊，他是，这个棋要靠着吃这个，是的。但是我要是从收目的角度，我认为我都想走这个。您先小尖一点。我很想走这个。那么，假如说黑棋现在要靠这个吗？对，我再想办法给你收控，比如说这种打一个，打一把这个走的，把这个收掉。我是想这么拼，这么拼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他这个实战。我不赞同，他实际是走的这个啊，看中央是破了有十几目二十目，但是呢，被这个尖我觉得太大了，这个有点，尖他几是先手，是的，粘上，他拐住，那等于说您刚才小尖是逆手，那就差距很大了。但是我觉得我要拿黑棋，我不愿意走着，我直接应该把这个抢了。对，您先抢这个。那这个十月如果走这个逆收。他是给他一个机会，你说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这样走实战这个肯定不好。对，这样实战我们看两步啊。然后坚持。这样为什么不好？我说一个理由啊。然后接下来呢，黑棋把这个给立了。那个很大，这个本来这个里面打一个先手，先手给逆收，现在是不走的话，下一步这个地方有一个挖，我看着。那他走了半天，等于说这个跳一个还没连住。对，这个挖呢，你不能这么打，这么打被一长木断了，只能这样。我大概是这样。你这样，我叫吃，这个棋，白棋怎么赢？不知道。白棋。这显然已经输一个打劫了。对呀、你这个也没办法，这个提了也不像话了，你只能这样。那这个劫人不得了的劫。对，是的。这里面是有棋的。没错啊，你这个为什么走一步还有棋，当然不如这个逆收，我是这么认为啊，那确实，他这么实战再去补这个，
那么他又走了一个，等于说在这儿花了两手棋。对，两手棋才多少目、啊？差距有点大。我怎么觉得两手棋有二十目吗？没有啊，他这接下来这两个子不还吊着呢吗？就算人家这几大先生，就算您连着吧，就算连着，这个子也没连回去啊。好像也没二十目，对不对？对啊、没有二十目，这一招棋我怎么觉得就不止啊？一手棋就不止了，啊，是吧？这逆收好像是有点巨大啊。我为什么我就不看这棋谱，我都给提十月想，我说如果尖这个、你补那个这么收，我没数目，是不是还有争胜负的可能性？对，是吧？对，哎，这样的话不是走跟着他的指挥棒走吗？所以我觉得十月这盘棋这个状态有值得考虑，不太好。这官子出入确实很大，因为等于说所有这逆收的官子都没有逆收着。对，这个您刚才这个逆收，这个逆收，这个就被人家逆收了。对对对对。然后黑棋的先手他全走着了，白棋走了就这两手棋。对，跟着黑棋的指挥走，这个棋不管怎么说，这个你这么走了之后，基本上不好办。这个目啊就不对了。现在是黑棋，他就你看白棋。最终还是主要是这个目，别的没长什么太多目。黑棋呢，你看把这个断了，是吧？中间这个吃了，该走的黑棋都走掉了。是的。你从这个进程上说，他这个黑棋的推进呢，他都达到目的了，就说明这个还是黑棋下的不错，是吧？然后黑棋先生还搬粘了，搬这个他的先手定型是吧？对，把这个粘上。对，他把这个该走的全走了，先手反正也没什么可保留的了。是总是这样收的，他没有别的收法。是。接下来他顶一个。顶这个收目了，再收目了。对，这个如果你搬这个，他可能是搬这个。对，大概是这样。对，这个哎。把这个收掉，是这个目也不小，是吧？没错。中间这个现在这也补了，这都没什么目了。可能就定他啊、这个他连回来也有道理，他这个都没安全了。本来你通了、本来省得你还惦记这跳过来之类的。对。那么这个棋呢，白棋也不肯这么走。他跳进去。白棋跳进去，对。说跳进去呢，那就黑棋他另外一种手法了。他这个手法呢？我觉得也挺大，他收的这个，收这个，那么这一冲，他这个等于先手把这个割断了，你在这个地方有个断打。那么这个收法跟白棋刚才比虎柱和黑棋搬了挡柱相比的话，怎样更好一点？都很难说，反正黑棋怎么中间也得长出好多目来。对对，它这个地方它主要不太好下。是的。不太好下，应该说也没办法，这只能这么这下。这样的话，也许白棋这样破空破得多，也许破空破得多，但是这个因为黑棋正好是有个扳先手扳断，它把中间也能收得很大。关键它接下来它还能尖在这儿收住。这棋这样收住这。中间我们一数，它怎么长出十几目来了都？这个也比较痛苦，本来是粘上的，这个它不是有多一个打吗？对，这它就贴这个是吧？是的，然后白棋冲，对，这一数，这不到这儿已经是11、12、13、14目，对，这个棋算上这目的话是15了，差不多。这就黑棋收的不错，黑棋收的不错。那假如说白棋刚刚虎在这儿搬了。假如说是收成这样的，是这样，这边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是，那边能长出也能长出十几目来吗？也能长出十几，那个也不错，因为白棋后来顶在这儿，它还有后续手段，有后续手段，那就是说那边这到这儿是8、9、10、11，到这儿也有11目，我再加上底下这个话也有十几目，那怎么着黑棋中间也还是不够，收出那么多来，似乎怎么也破不进去，是啊，那看起来这个黑棋的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没办法，好像没有办法，实战就这么给走成这样。那么黑棋把这个都收掉，对，是吧？收掉这个，是的。白棋也要收，白棋点一个，点一个，对，点这个是他的后续手段。这个呢，一般情况会走成什么样？这个爬还先手，他爬一个，还先手，爬一个黑棋只能接上。对，现在来不及走。对对，是被断了，那个死了。
对，你这个不能，这个是这样，它断了之后是搬了，它有个铺。对，搬的时候它是可以铺这个。它有个一路能进去。但你现在走这些都来不及了，人家爬的时候你只能站。你本来如果交换到的话，你可以搬在这儿啊，比如说走这儿，对对对，搬或者搬一下再走这个啊。对，那它当然是这个。啊，这个对，这个只能算成这样，走这样，对，它这个大概会这样，然后它接住，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哦，弯在这儿，弯在这儿，这样好一点，这个考虑，然后您度过的话，对，大概会这样，糊住这样，哎，这样好一些，然后白棋可能会把这个走掉，嗯，走掉这个，这个是。你可以隔算一下，刚才你这个只是剩四目棋，对不对？四目棋，刚才搬住你也有很多十几目棋，是的，是的。但是你这个到这儿了，十几目到这儿了，嗯啊，这个棋走成这样的话，收目的话，现在该白棋收，嗯，但是呢，大局已定，没错，大局已定，因为什么？现在是大概盘面可能15目左右，这么多了已经。我的计算是不是差不多？没有没有，就是不是说怀疑您的计算，我是觉得怎么好像觉得差这么多呀？盘面15目，但是它贴7.5目，就是那个什么，不够了。对，这三星杯还是贴6.5目。6.5目啊，那这不够，差距确实有点大。对对对，不够。嗯，这个就是说，这盘棋主要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粘。嗯。当时这个即使尖冲了这面呢，虽然是落后一点，但是呢，进攻还不至于差很多。那个，你说当时是白棋来进攻黑棋的，让黑棋成的空比他多。对，是的。实际上没有，你是得了这个，得了这个，就吃了这三个子。得了这个，但实际上被这个从这个开始啊，这个损进来。到黑棋从这儿搬出来进攻，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了。没错，没有还手之力。这是，十月可能不太发挥的一局。对，然后反过来说呢，我觉得金志熙这盘棋下的还比较出色。嗯。而且呢，他后半盘、中后半盘的时候，把握局面把握得非常牢，他没有让白棋有什么翻盘的机会，下的还算比较清楚啊。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执黑的金志熙呢是中盘战胜了十月，以2-0的成绩呢是杀入了决赛啊，最后的也夺得了他本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三星杯的世界冠军啊。那么好，今天呢我们这盘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